得奖的农友面上拢是笑容，欢喜就带来领奖。庆祝农民节，码头农会举办的表扬活动，针对致力推广农事教育以及培育优质收割的农民来进行颁奖。他的文旦啊，从开始他种到现在有三年是得到第一名，全台第一名的奖项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颁一个三冠文的奖来给他们，这样子啊，当然是很多部分啊，哈，我们农会因为农民的支持，李坚的支持，我们在很多成绩上都做得很好，包括退除金啊，然后职业灾害保险啊，农业的职业灾害保险那块，很多成绩我们都做得很好，包括我们的超市，哈，我们的农油券收的金额会又是全国第五名多，所以很感谢种种原因，很感谢大家。马达农会马达先安排好。农友晒到头毛，还佫有化妆，互因家己红地毯顶冠接受表扬，互农友拢留下一个真深的印象。今天我们麻豆农民节办是阮的农民节啦吼，那我觉得农民节很重要，因为农民呢是阮农民呢，阮农会的主角，没有他们吼，什么都不是，也没有他们，大家都没有食物吃。然后所以，而且我今天很用，每年都会这么用心，只要就是他们才是主角嘛吼，所以今天你有看到我们都要帮他们化妆，他们化妆就是让他们。等一下帮他们拍照，然后请专业帮他们拍，然后让他们可以把他们领了奖项之后，然后又把他拍照之后做成表框之后，让他们放在下面做纪念，就希望他们会觉得农会很重视他们，让他们就是为这个农业付出，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这样子啊，所以有这么用心在办这个活动。除了表扬杰出的农民之外，也准备了澎湃菜式办得庆祝农民节，因为因的努力才当带动地方的农特产发展。咱台新闻台英雄来选马刀彩虹报道。